在迷失路的方向，期待着一丝光亮，风划过面庞，这爱与恨交织的伤，倾诉不完的创伤，暗夜的曙光，伤痛过，血泪模糊过，回过，也重新来过。 我有几条规矩，你要记住。我为什么要听你的？不听我的，我就把你打出去。哦，唐门功法，服不服？打过架的人起立。让史莱克广场跑一百圈。这老太婆也太狠了。我一定要坚持下去。以后谁要是欺负你，我保护你。 霍雨浩，我这人不喜欢说废话。你的武魂我很好奇，以我的经验也无法感受到你的武魂是什么。现在，我要知道答案。周老师对霍雨浩怎么那么特殊？课堂上分明是在护着他，把他的魂力等级不够却被录取的情况说明，以后就不会有人以此说事了。 那下课后还找他干什么呢？难怪唐门会选上你作为特邀生。我说呢，唐雅那金管丫头。霍雨浩，你跟我来。欢迎来到魂导学院，12号试验区。
孩子很适合魂导器。他不行，身体素质和魂力都太弱了，恐怕连威力最小的定装魂导器都拿不起来。霍雨浩，给他感受一下。这一个魂技就同时拥有探测和共享两种效果，如此奇特的魂技怎么会出自十年魂兽？人前你只能说拥有一个魂技。他的眼睛是本体武魂，又是精神属性，吸收风属性魂环能够不受到反噬，本身就是奇迹。会不会是触发了小概率魂技变异？有可能。抬头过来。老师，让这小子辅助你试射定装魂导炮，打移动吧。好嘞。我竭力研究十几年，终于继日月帝国之后研制出了定装魂导器这种最恐怖的魂导器，现在缺乏的就是使用者呀。定装魂导器本身超高的造价也是致命缺陷，注定不能大范围使用的。我研究定装魂导器从未想过在魂师之中推广，只需要有极少数的魂师能够使用，那么定装魂导器就将成为咱们学院真正意义的杀手锏。小兄弟，我们开始了。移动吧，发射。所有靶位全部命中，进入下一关卡。小兄弟，站稳了，这一次感觉会很不一样哦。来吧。兄弟，你这个能力很特别，不过探测距离还是有些不够。若要配合定装魂导器，这个魂技探测距离至少需要达到100米以上。可惜了。范宇老师，我的这个魂技会随着魂力的提升而扩大探测范围。这不可能，魂技怎能进化？从我拥有这个魂技到现在，探测范围已经提升了直径1米。如果有一天这个距离能达到100米以上，你就来找我，我教你制作魂导器。是，谢谢老师。抬头，你带他到一边，给他讲讲什么是定装魂导器。好嘞。但愿他这魂技真能够持续进步。何大哥，谢谢你刚才保护我，以后叫我宇浩就行。以前也有人叫我大哥。小宇浩，你不错哦，现在大家都叫我菜头。何大哥，刚才那个魂导器威力可真大呀。那是定装魂导器，我们魂导系主要研究的就是近战魂导器、远程魂导器、定装魂导器这三类军用魂导器。那这三类有什么区别呢？近战魂导器外观类似于我们平时常用的刀剑、匕首之类的武器，但是可以爆发出比普通武器更强大的攻击力，附带魂力属性，如火焰、寒冰、雷电、防御等。那远程魂导器呢？
远程魂导器需要注入的魂力比近战魂导器多，但是攻击距离远。定装魂导器不要求注入太多魂力，且射程更远，威力更大。那就是说，定装魂导器简直碾压远程魂导器啊！凡事都有代价，定装魂导器制作更加精密，耗材更加珍贵，且魂导器也遵循属性相克。定装魂导器并不是无条件压制远程魂导器。原来如此。而且定装魂导器还有一个最大缺陷，就是难以定位瞄准移动目标。所以风雨老师才想尝试用我的精神探测来精准定位。定装魂导器威力恐怖，如果能精准定位目标，理论上能让一名魂师的攻击力增大十倍呢。十倍？努力哦，等你成为我的小师弟。霍雨浩，我们走。何大哥，我先走了，我一定会努力修炼，抓紧提升探测距离。霍雨浩，番禺老师是咱们学院首屈一指的魂导师，如果你能成为他的弟子，前途不可限量。不过你必须先通过新生考核，否则我就会将你开除，规矩不可废。小雅老师，小雨浩，你很缺钱吧？晚上这里见，为师带你赚钱去。距离上课时间还有5分钟。霍雨浩，我一直很奇怪你的武魂是什么。我的武魂你见过了，大陆上最美丽的蝴蝶，光明女神蝶。我的武魂是眼睛，我叫它灵眸。那天你之所以无法攻击到我，就是因为我用魂技预判了你的行动。怪不得。不过我的武魂可比你的本体武魂还要稀有。对了，你的第二魂环怎么就是紫色的千年魂环了呢？这个呀是秘密。全体起立，广场集合。这些是用来提高身体素质的铁衣，每人穿一件，绕广场跑到下课铃响结束。可以使用魂力，但不能使用魂技。按照跑动圈数排名，最后一名将被开除出新生一班。同时今天决出班长人选。老师，我是辅助系的，难道也要穿着这个衣服跑吗？我知道很多人觉得不公平，自古以来魂师按自身武魂的不同分为强攻系、敏攻系、辅助系、食物系、控制系、防御系等，你们选择的方向不同，身体素质也就不一。但在战场上，敌人会因为属性有别或者男女差异就不杀死你了吗？开始跑圈。有霍雨浩垫底啊，他怎么还在跑？我跑的圈数最多，已经不可能有人超过我了。那家伙明明魂力和身体素质都是最差的，竟然还在坚持，到底是怎样可怕的意志力？我不能被开除，要通过新生考核进入魂导系。怎么能在这儿倒下？
真是到极限了。这是玄天功，难道在身体到达极限的情况下就能在行动中运转玄天功，而不一定非要冥想？在力竭时运转玄天功，经脉竟受到加倍滋润，平时不敢大力疏通的纤细经脉不仅变得更有弹性了，还拓宽了些。虽然体力仍在消耗，但机会难得，我得再撑一会儿。这不仅是对他们身体的锻炼，更是对他们意志的磨练。这些孩子竟有如此意志力，实在是让我惊喜。尤其是我制定的规则是要求你们一直跑到下课铃声响起，但是除了霍雨浩之外，你们没有一个从头跑到尾，所以全部淘汰。不过看在你们最后能够在霍雨浩的带动下燃烧起几分血性的份上，就不再进行惩罚了。今天没有人会被淘汰。我从教这么多年，从未见过如此强大的意志力。霍雨浩，你带给我太多惊喜了。这就是一个孩子彼此还叫不上名字就凝聚出了集体荣誉感。我宣布新生一班的班长是霍雨浩。霍雨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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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霍雨浩。这一路光
从最后一位妖帝进来于此。我妖族大帝之怒，岂是你们区区人族可以染指的？不容有失，尽快拿下黄塔。休想！嗨，好久不见。我和三哥已经过上了神仙的生活，下一代的冒险故事已经开始了。扫一下这个二维码，获取关于他们的第一手情报。一起踏上新的神奇旅途吧。怎么吸引了这么多学院来看？学院里都在传什么外院最强攻防战，我当然要来看看。小子，别以为我不敢揍你，居然是外院最强防御武魂。这就是我送给你的惊喜。外院第一美女江南呢？来啊，我还怕你不成？你怎么了？